趁着巡逻的间隙，抓紧休息一会儿吧。 黑塔女士单推快讯，各位黑粉，晚上好。现在插播一条紧急新闻：日前，伟大的天才俱乐部第83席黑塔女士于空间站遭遇袭击后下落不明。截至目前，暂无组织声称对此事件负责。大批黑粉因此对管理层的工作疏漏与不作为发出强烈抗议与严厉谴责。 罗斯库姆先生，这是场有预谋的袭击。结论：敌人的目标是空间站，但手法我们还不得而知。没错，这也正是我们需要他的理由。黑塔的人偶遇袭前最后见过他的人，正是他。 这位是公司的学术代表，博士学会的拉蒂奥先生。毕竟他刚恢复意识，头脑还不清醒，需要一些提示。又见面了，还记得我吗？不记得也无所谓，我没有期待。先生，此刻你一定有满腹疑问。 稍安勿躁，艾斯达会一一向你说明。前期你大致也知道了，几个系统时前，黑塔女士的移居人偶遭到的原因未知的袭击，下落不明，信号也始终无法定位。事件发生前，她受到了攻击。是技术研发部，亚坡里女士是位能人，但手下竟是些门外汉。 野心勃勃，充满热情，脑袋却一点没有。他们想和黑塔开展一些合作，邀请我同行，担任技术顾问，我欣然接受。好近距离观察这群大聪明俱乐部的会员，如何将公司……不过时机过于严丝合缝了。也许是有人走漏风声，让袭击者利用了此事。而黑塔似乎早就听闻拉蒂奥先生是学会的翘楚，您愿意协助是我。 恭维就免了，你我的时间都很宝贵。况且在一位天才面前谈论凡人的翘楚，在我看来多少有些幼稚。这位先生，告诉我，最后一次见到那具人偶时，你做了什么？别装傻，好好想，仔细想想，那个。 做件事，以防你没记住，我再描述一下，那是一种见着他的痕迹，就给我发个信号。他似乎提到了令人在，如果有一些提示的话。总之，好好干吧，我要出门。
记忆有些模糊了。那只之后我做了什么？黑塔好像提到了。哟，查哥，什么方法？没有了，没有了，还好的了。那必须是妥妥帖帖啊，毕竟只要钱到位，什么都好办。那，这是你要的账号，绿色干净，直连内网，毫无压力。好的好的，您有事说事儿。那您可太看得起我了，我就是一搞内购的，顺带做点无本买卖，小打小闹上不了台面的。你要是搁学会那儿发达了，苟富贵勿相忘啊。几次了？这是第几次了？老东西，我跟你讲，你不要蹬鼻子上。这两个人说话怎么前言不搭后语的，好奇怪啊。这是与黑塔见面时的接回忆下。没有实体但有生命的奇物。抱歉，我一时没有头绪。或许借种科和密卷科的人会知道些什么。这会儿辛克尔和就在附近，我建议你向他们打听一下。艾斯达好像提到了两个名字，分别是接种科和密卷科的科员。这些阴暗的小人，要是让我查出来是谁，我非要他好看。无实体有生命的奇物，那不就是西冥鬼吗？这样吧，小阿德勒，惭愧，空间，我给阿德勒，阿德勒。对了，后来我还遇见了阿兰，阿德勒和他在一块儿。阿德勒当时和阿兰在一起。什么？他一个人带着佩佩去现场了？你怎么就让他？大哥别急，虽然我知道你很急。我在遛弯。我在遛狗。我是狗。找我有什么事吗？哎，你也在找？这小子胆子也忒大。这不危险，大哥。你呀，边走边说吧。你找阿德勒什么事？丢失的奇物。原来如此，那是该找他。小心，这片区域的猎界状态很不稳定。在那边，他果然出意外了，我们上。加强防御。捍卫银河中的美，捍卫银河中的美。
随蝴蝶一起消散吧，旧日的幻影。纯美永驻。威力消亡。下一个，哎！冰雪铸成此制，永不终结。纯美永驻。嗨！呀哈！威力消亡。捍卫银河中的美，献给他。下一个。是吧？是我，怎么啦？他想找你咨询些事，有关奇物。你们先聊吧。阿德勒，佩佩已经见你了，之前委托你调查的事。放心，我已经有头绪了，一会儿聊。你想了解什么奇物？就这点线索？啊，你问过界种科的市长？好像也没嘛。哎，等等，今天先到此。阿德勒似乎受到了气，再从。都回忆一下吧，我可能漏掉。那什么？对了，艾斯达提到的另一个名字。关于阿兰和阿德勒的记忆，没有实体，但有生命的奇物。抱歉，我一时没有头绪。质疑的是奇迹本来重建，没错，大家好，但如你找回一度是、果然辛克尔之外的另一个人应该是密卷科的，快想想是谁。辛克尔之外的另一个人，那个人的身份很重要，也许能把一切都串起来。以防你没记住，我在见着他的痕迹。他似乎如果有。总之，哟，查哥，那，哎，小打小，这里也是，难道是我把？
我想起来了，另一个人是艾美丽，她当时在基座舱端。回忆一下艾美丽当时说的。那那那那那那那。哎呦，要我说，好的好的，你看这几摞资料吧，不知是哪个小年轻这么不上道，字稿这么小。我年纪大了，脸也花了，你看要不几次了，这是第几次了，老东西，我跟你讲你。哎呦，什么？你说不过艾美丽提到的仙舟物种似乎就是启发了阿德勒的东西。艾斯达提到的科研，艾美丽提到的仙舟，我抱歉。抱歉，我和你谈唯一的线索，也就是说每位受害者的失踪，他们是这么描述的。你问过戒种科的市长？好像也没。好像也没。哦，诶，等等，今天先到此为止吧。人体自然，这应该就是事件的全貌了。从头好好检查一遍。以防你没记住，我再描述一下。见着他的痕迹，就给我。他似乎提到了令人在，如果有一些提示的话。以防你没记住，我再描述一下。见着他的痕迹就给我，重点不是这个，总之好好干吧。感谢这一大段冗长而沉闷的叙述，你一定累了吧？反正我是挺累了。所以你和黑塔的最后一面是在他的办公室，你接下委托为寻找奇物四处奔波，而对其他事浑然不知，直到艾斯达小姐联络了你。如果这就是你的主张，那换我提问了，有任何人能证明此事吗？急，现在迈开腿开始奔跑，或许能在四个系统时候追上公司的接驳星船。眼下没有第三者能为他作证。拉迪奥先生，你的提问方式总有种先入为主的倾向。失礼了，是我的坏习惯。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总会变得很难相信一件事，相反质疑他要容易得多。就经验来看，这也是最高效的做法。怀着否定的心态求索也是一种求索，同样能帮助我们抵达正确的终点。如果他确实无罪，就用。根据你的陈述，你同黑塔见面的原因是收到了指名委托。我想起来了，当时别装了，
根据你的陈述，如果你认识黑塔，别人说话是不要插嘴。根据你的陈述，你同黑塔见面的原因是收到了指令。我想起来了，别装了。根据你的陈述，委托的内容是寻找一件灵米。黑塔确实没告诉我奇物的名，但对于奇物的特征，确实。那怎么回事？委托的内容是寻找一件连名字都知之不详的奇物。我想起来了，别装了。委托的内容可黑塔的收藏多如繁星，很难。没错，但前提是。不妨有话直说。正确的视角。可黑塔的收藏多如繁星，很难想象他会对一件寻常奇物如此珍而重。奇物并非重点，只是因为它和天才俱乐部有关。想必那件奇物是某位。随后你是这么说的，为了调查丢失的奇物。没错，为了获，虽然没有得到直接回答。随后你是这么说的，为了调查丢失的奇物，曾向艾斯达求助。我想起来了。别装了。随后你是这么说的，为我想起来了。别装了。随后你是这么说的，可在问询开始前，他却对此事。我开始好奇了，是艾斯达不是刻意要隐瞒的。也，我开始好奇了，是你在说谎。反物质军团的风波过后，空间站始终人心浮动，是如果此时再有恶性事件发生。哦，那不用担心偏私，也会科员连续失踪，防卫科队长阿兰的任务我也有所耳闻，但这显然与我们在讨论两起事件没有关联。但这显然与我们在讨论的人偶遇袭。不要装傻，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想起来了。别装了，不要装傻。你更正，关科员连续失踪，防卫科队长阿兰的任务我也有。没错，我是在拜访阿德勒，一名二级科员，介种科市长口中介种科最。那他有告诉你答案吗？阿德勒当时似乎想到了什么。科员连续失踪，防卫科队长阿兰的任务我也有。我想起来了。别装了，科员连续失踪，但这显然与我们在讨论。不要装傻，你再怎么怀疑，我也和同样被意外卷入。哦，所以呢？不要装傻，你知道我。更正，科员连续失踪，防卫科队长阿兰的任务我也有。我想起来了。别装了，科员连续失踪，防卫科队长阿兰的任务我也有所耳闻。我想起来了。别装了，科员连续失踪，防卫科队长阿兰的任务我也有。但这显然与我们在讨论的人偶遇袭没有关系。不，如果我没记错，艾斯达是这么说的，下落不明不就是失踪吗？他是说了，证据应该是存在的。在科员消失前后，空间站的自动灭火系统有。这正是奇怪的地方，虽然不能作为直接证据，那就有充足的理由怀疑。去主控室看看就知道了。黑塔女士，单推快讯，插播一条紧急新闻，插播一条紧急新闻。黑塔女士遇袭一事终于有了下文，明月帮宣称对整起事件负责，并将采取下一步行动，协会对此表示强烈谴责。星间诸神离世一俗，无心顾及渺渺众生，唯有复创的恩主得令诸界沐浴毁灭的火光，总有怯懦小人妄图拒绝恩典，逃离此生。逃吧，尽管逃吧，无论逃往何处，泯灭终将到发。这是一纸宣战书，一封预告函，
这位明火大公阿弗利特是但自已灭星球陀菲特的生意。一群可怜的疯子。我喜欢院士博士的评价，火魔天性凶暴。耶佩拉兄弟在星河猎手的通缉令，耶佩拉公在烈焰中倾倒，同样的是马上就要在空间站上演，那条视频很快就会在空间站传。信任的毁灭，要毁灭的恐怕不想坐以待毙，就不然呢，这么做就落了下场。趁着巡逻的间隙抓紧休息一会儿吧。很遗憾发生了这种事，事态紧急，你们需要什么，防卫科一定全力相助。一份失踪科员的名单和他们的详细信息。可以是可以，但防卫科详细排查了他们的身份背景和人际关系，没发现什么共同点。泯灭帮是火王命途，可能是无差别袭击。一份失踪科员的名单和他们的详细信息。不知道。带我去见那个他。最开始我还没在意，但已经好几个系统时了。最后一次见他，嗯，带路吧。如果他的失踪也和袭击有，的确有必要调查一下。说了什么？好像是香味。谁要他回来了？但如果你们要找他，虽然我不知道他究竟在找。Thank you.
看你的脸色不像什么。哦，失踪的客在你回消息的时候，是时候回去和回来了，我派人监控黑网，勉强限制了视频的传播。不容乐观，时间紧迫，这就从。首先，是阿德勒的失踪，他一定抓住了什么关键线索。阿德勒也？你认为？正是。首先，是阿德勒的失踪，他一定抓住了什么关键线索。我明白了，牵强附会。首先，是阿德勒的失踪。他一定抓住了什么关键线索。其次，是受害者的共同点。最后，是明火大功的能力，也就是人体自然的秘密。在过去永火关底引发的明火大功的火焰，看，这本小册子上记载着一种能穿梭这种火焰的火种，恐怕这就是阿德勒在调查中发现。这本小册子上记载着一种能穿梭相位的火焰。我明白了，牵强附会。这本小册子上是相位灵火，但可惜以相位灵火甫一出生就变换到了其他相位。这本小册子上记载着一种能穿梭相位的火焰，据说。我明白了，牵强附会。这本小册子上这种火焰的火种想必就是黑塔丢失的奇物，而明火大功则是火焰的后裔。我明白了，牵强附会。这种火焰的恐怕这就是这本小册子上记载着一种能穿梭相位的火焰。这种火焰的火曾有人偶然窥见相位灵火的踪迹。如果阿弗利特也是这种火焰的火种，想恐怕这就是阿德勒在调查中发现的真相。毫无疑问，黑塔伟而阿德勒通过能量生命这一点，恐怕这就是阿德勒在调查中发现的真相。这本小册子上记载着一种能穿梭相位的火焰，据说其燃烧诸界留下了众多火焰后裔。这种火焰的火种恐怕这就是阿德勒在调查中发现的。这种火焰的火种想必就是黑塔丢失的奇物。我明白了，牵强附会。这种火焰的火种，这本小册子上记载着一种能穿梭相位的火焰。这种火焰的火种，恐怕这就是阿德勒在调查中发现的真相。据温世林所说，但那恐怕是相。身为其后裔，明火大功有着和，这就是人体自然的真相。可，受害者们的下落暂时还不得而知，突如其来的连续失踪无疑是待到不安的种子生根发芽，便发出袭击声明，将暗中发酵的危机推至台前催。而下一步啪就是点燃火星。看看这些失踪的科员，假设他们的共同点被人发现，会是什么后果，不用我多说。一切都是不好的陷阱。
目的从一开始就是挑起空间站的内乱。哼，来不及了。没错，还差一把火。什么意思？如果止步于此，你还有辩解的机会，换作是我就不会给你这个机会。莫非怎么了？艾斯达，冷静，艾斯达只是被传送走了。通过实际接触，我确认阿弗利特的火焰。那团火焰一定还在舱段某处。只我做得到。看来，明火大公并未亲临空间站，只是趁乱将一团明火投入此。我会前往黑塔办公室，拉蒂奥先生，请你和开拓者先生同行，将其收容。明火也是一种能量生命，会被显像仪捕捉到痕迹，跟上它。道路被火焰吞没了，小心点。还在，你知道对待穷途末路的猎物。分，假如乐意。
小王，捍卫银河中的美。在逐渐衰弱，看来这场追逐结束了。无知的愚者，难怪恩主的胆下存。寄宿在其中的微弱意识心，不，终结。
河中的美。这葫芦里卖的什么呀？纯美永驻。穷尽真理，根除谬误，不过如此。准特，威力消亡，部分。说答案。嘿，零分。纯美永驻，捍卫银河中的美。所谓暴徒自火焰中降临，就这点程度，看来原始博士所言不假。穷尽真理，根除谬误。威力消亡。火势在减弱，他要逃了。你看好艾斯达小姐的下落。捍卫银河中的美。冰雪铸成此志，永不终结。张嘴。这葫芦里卖的什么呀？纯美永驻。小伤而已。捍卫银河中的美。此乃神奇，不过如此。冰雪铸成此志，永不终结。嘿，好考你。威力消亡。捍卫银河中的美。说答案，部分。知识及尺度，穷尽真理，根除谬误。冰雪铸成此志，永不终结。不过如此，纯美永驻，零分。好考我。哎呀！冰雪铸成此志，永不终结。死怀，威力消亡，破分。捍卫银河中的美。说答案，零分。不足为意。嘿，这葫芦里卖的什么呀？好可恶，破分。纯美永驻。捍卫银河中的美。不过如此，会错不合适的磨练，冰雪铸成此志，永不终结。哎，说答案，零分。知识及尺度，穷尽真理，根除谬误，威力消亡，捍卫银河中的美。零分。等千里传吧。
如此，不过如此。冰雪铸成此志，永不终结。魂眉永驻，不过如此。捍卫银河中的美，说答案。冰雪铸成此志，永不终结。魂眉永驻，好狠！捍卫银河中的美，不过如此。冰雪铸成此志，永不终结。知识及尺度，穷尽真理，根除谬误。辛苦了，请放心，以及在你们追踪敌人的过程，多亏了阿德勒，他们都落入了一件空间奇物中，是阿兰带人赶到时，这些是至此间事了，相信剩下的不过在整起事件，而那是我应当去处。恭候多时了。事件余波未息，你们应该还有很多事要处理吧？还是说，空间站的安危与你无关？答案，我正是为此而来。毕竟事件真正的主角在这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总会变得很……从一开始，拉蒂奥先生，我也有和你一样的坏习惯。我深感荣幸，罗斯顾木先生。可既然你早已看穿，又为何一言不发？出于好奇，逻辑，我做了和你一样的决定。哦，以结果而言，除去轻微的精神损伤，没有科员在这场袭击中受到失。罗辑是第三者救了他们。若非我偶然取得灵火火种，出手干涉了明火的传送，那些人早已是飘在窗外的太空垃圾。你比计算中更坦诚，但终究在你的计算中。最后一个问题，罗斯顾母，天才如你，我无法确定，只能做出推论。对弱者出手相救是医者仁心，而身居幕后掌控全局。罗斯星的君王果然通晓人心，只可惜也和天才一样远离凡，袖手旁观才是真正的意志。这世上有种顽疾名为愚钝，智识的命途既无道理也无逻辑，天才们漫步繁星，凡庸却连一处脚印都无法追及，庸人只得学着独立行走，但失败的人生同样是人生，他们有权品尝至最后。也只有摔倒在地无人扶起的人。我有洁癖，见不得笨蛋傻瓜白痴，看见了就想死。可惜这空间站也和博士学会。你想要根除的是科。我只是列出自己的质疑，
怀着否定的心态求索也是一种求索。比起学者，你的确更像一位医生。至于我留下的点点心，相信艾斯达能妥善处理，这也是留给他的课题。那么告辞了，希望为一场闹剧诸般烦恼，终究不过庸人自扰。